接着玩家看向身后的窗户外，一个体型比玩家稍大的实体就站在外面。玩家慌了，他本能的远离并拿出了武器，紧接着这个神秘实体便从玩家面前一掠而过。随即系统便提示，你被熄灭了。被熄灭了什么意思？此时玩家发现自己的移动速度变得异常缓慢，接着他按动 F5 才发现自己变成了透明的状态。